两支舞蹈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下面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好，下面出场的就是在这一站当中呼声最高的美国选手贝尔宾和亚克斯托，他们是都灵顿奥会的冰舞亚军获得者，在经过了前一轮的规定舞之后暂列第二位。创编舞音乐来自于皮亚佐拉的探戈五重奏。美国选手贝尔宾和亚格斯托，他们也是这一站的冰舞冠军，夺金实力最强的一对选手。这对选手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他们这个编排滑行过程中啊，单足啊滑行运用了很多，同时呢，在这个滑行过程中呢，脚下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咱们看这个动作，几乎没有刮冰的动作，这是这个。说明他们的配合一致性非常好，这个角度。还有就是说，在直线步的时候，这个编排啊，对，非常有灵活多变的这种感觉，非常新颖的感觉。虽然贝尔宾和亚克斯托都比较年轻，女选手22岁，男选手24岁，但是呢，这两名选手已经具有多年的世锦赛经验，参加过了6届世锦赛。今年的都灵顿奥会，他们的获得的这一块银牌是美国冰舞项目上在过去的20年当中获得的第一块冬奥会的奖牌。女选手贝尔宾
原籍是加拿大，他小时候曾经练过一段时间的双人，后来呢，在14岁的时候，在教练的建议下改练了冰舞。显然呢，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为了参加多伦多奥会，他在2005年的年底是提前获得了美国的国籍。我们注意看两名选手的这个面部表情，可以说他们是在这次比赛当中，由于有丰富的大赛经验和表演的这个基础，所以呢，特别能够感染观众，特别能打动人。每次只要他一出场，所有人的目光就会集中在女选手贝尔宾的脸上。他们的教练是1983年的世青赛冰舞冠军齐比尔班。技术水平分，技术分29.40分，29.40分就是目前的创编舞技术最高分。我们来看一下，从定级来看，全部的等级都在3到4级，他们的碾转步是4级，两个托举是4级，旋转是4级。节目内容分全部上了7.5，最高的是他们的编排7.85。衔接分也很不低啊，7.9，29.5分的节目内容分，创编舞成绩58.90，两项总分95.65。这个成绩在已经出场的9队选手当中排在了第一。